佳慧，佳姐，早上。三妹，敢有好睏？啊？听讲你会知是爱三妹，你爱汪瑶，敢是？有无？唔知吼？隔壁人讲的呢。来到这，有影是无同款。啊，拄啊，秘书长甲介绍，歌叫《沙卡伊》。哦，所以流氓政府讲，沙卡伊沙先生，歹势，我唔是沙先生。我是一届、两届、三届，会晓讲的。我叫什么名？哎呀，一届无成功，安怎？第二届阁努力，第三届台湾民政府绝对安怎？哎呀，鼓励者，这就是咱的愿望。我是被淘汰组，有一次。哎，李登辉高峰会议的时候，我有加手，因为我记者嘛。啊！我请问下，我是哪一种的？我讲奇怪，你问这要从哪安尼？吼、哦，阮爸爸是卑南族，台东的卑南族。我妈妈是太阳族，卑南族叫平地三胞，啊，太阳族叫三地三胞，啊、哦，以前拢是安尼。所以介到原住民了，要过三原，要过平原，啊，我讲。欸，总统，拍摄，我是啥物种的？啊是平，迄个卑南族是平原母系社会，泰雅族是这个山岩母，迄个父系社会。我唔知是啥物会的吼、哦。我请问我是哪一种的？结果转到当来问迄个啥黄，哎、欸，当时是，唔是黄祖文啊？黄什么？老黄祖文讲，欸，这是你的代志，你回答一个安尼啦。结果伊嘛唔知要安怎回答，我讲，哎，报告总统，我是被淘汰组，我被淘汰组。我讲流氓政府哈，不搞不搞，不啥啥。阮爸爸世代，因哥哥世妈，因大姐世弟，你看。我听到这种的情形，我会感觉讲郁卒啊。吼、哦，爸爸都粗鲁的一个部落，因大哥是做拖地的，啥的，下槟榔，无同款的一个部落。就说啥拢无共款，一个老有生，结果是三个姓，这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悲哀的所在。今仔日吼，我阁学着一个，在座拢是黑人，你敢知？承认自己是黑人的举手，唔敢吼，吼、哦，你敢知影你是黑人？唔知吼，咱秘书长是有滴讲啊。人拢是黑人呢，早期你美国黑人是啥奴役啊，对不对？要食白药，伊就昨嘛是共款，秘书长叫咱的局长讲，哎、欸，我先开看卖，看伊知无安尼啦。哎，你从看卖，你是不是奴役？安尼，我讲奴役。哦，你敢知影你的迄个身份证内底有几号？我安那看看无，你啊讲，安那看看无，结果就是。内底只迄个密码吼，迄个是咱讲的未来21世纪印记啦，吼，因为只去，安尼若是要入口的时候，就扫射扫描，安尼就过啊，哦，真的是没有人性的一个社会。咱今日来到这，咱主要就是讲，咱台湾足济老人讲闹天理啊，悲哀到这种的情形。做成予咱无自由，吼、哦，逼迫，像讲阮迄个高山族，阮的山顶啊，阮会袂无讲用手啦，伊讲你的土地去倒，我用嘴，我安尼写入去，迄东西，但是我当无做的时，变成吼有一天，咱去处理的时，发觉讲啊不对啊，是安怎我的土地变成中华民国，吼、哦。很多的部落都是这样哈，我们这些阿弥啊，这边有我们高沙族的旗手，你看，二四五啊，好吧，啊，拍谁啊？台这个台闽南语还可以的哈，哦，安尼跳，那后边阿些哦，咱卑南族，可以了哈，哦，有人说卑鄙南人族，
我们是非常优质的，所以天皇太子来到家也是说，不，你不是西方，你不是西方，你是怎样？他跟他说，高沙民族是优质的民族。好，我了解了，我感觉走路有风啊。以前说，你是山地同胞，他说，不是啦，我不是啦。啊，你说不是啦，那种话，那个明明就是嘛。有一天我在那个摄影礼服，我看到台湾族一排，我在那做经理，那个华氏，一进来要结婚了，我就好心了，哎，您好，我是泰雅族，我不是啦，这样不是啦，我叫我太太讲，哎，生较贵的，生较贵的，无认同家己对不对？我本来是要拍折，结果我不是啦，就好，我肯定不是啦，我就。算较贵个，所以爱认同家己本土台湾人，好无？认同家己是本土台湾人，举手。无举手个，吼。好啦，真快，来到遮上课是毋是袂歹？所以呢，来到遮，我感觉啊，遮讲是一条路。真理，我今日所讲个吼，真理厉害。咱台湾足济人不公不义的代志吼。反正这些我们也没天理，是不是？这宇宙中有一个真，那叫真神，那不是宗教哦。不丢，这宇宙中为什么天星这么样的有规律？为什么不急撞？绝对有一种律在，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掌权者在家，这真它不是实际的，它是永久的，它是恒久的。希腊文来对真只有写真没有理，这理大家都很好说道理，说一嘴道理多好听，结果呢行不出来，对不对？因为它失去了真的意义。那另外一个是爱，刘王监护来到家，咱看到他说者对本土台湾人有没有感受到爱？尤其现在有一个马，马你敢知道？知道，看到你们，就是一大堆黑人，你怎样爱，怎样叫，他也是淡定，那是你们家的事情，你是黑人，你们家的事情，这种性格，他已经失去了真，失去了爱。今日台湾民政府来到遮，予人感受迄种个爱是偌尼好，互相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咱人你看，咱市内都市啊，住在隔壁啊，二三十天啊，唔捌上好啊。人出来是看到你就安尼啊。阮部落是嘿，爱好艺术，阿妹做天马顺台湾族。大家说伊妈来啰嗦，这样，大家拢喂哪里去了？好久没有看到这样。那是阿妈讲，阿妈讲讲的呢。因为以前的教育，刘蒙建夫教育是，我袂当讲，我袂当讲伊个啥母语嘛，所以拢惊孙仔去上课。阿妈，老师跟我讲呢，很久呢。阿妈就向迄个孙仔讲迄个。来讲学习这个中文，所以去部落的时候，哇，看到恁的时候，你们哪里来的？你是为倒位来？来到我家里来玩玩好不好？还有跳，还有跳吼，还有叫的，拢无赶快，所以笑话很多。阿妹如说那么好的，你有听到这故事无？但即马这唔通讲。这是一个哦，因这是直播的连讲哦，私下来讲，拄着阿妹主讲那么好，所以我就讲以后生囝唔能叫那么，因阿妹主吼，伊叫那么了，后边佫叫做好安尼啦，所以这吼也当做黄色的笑话，这唔是，然后要未满十八岁直播不能讲吼，咱讲我们爸的时代来讲哈，所以呢失去了爱，人就猜测。人就嫉妒，有没有？所以产生了怎么样渴望？人受到逼迫，受到不公不义，
他就产生了渴望，我唔忙得到自由，我唔忙得到安怎？好，有种渴望、渴求在他的内心深处。咱今日本岛台湾人是不是安尼？但是唔忙得到咱家己的尊严。等你来，咱努力，咱拍拼，为了什么？今仔日咱会当看，咱是为了你个个，咱是为了少年的，咱是为了咱的子孙。咱今日来到这，无安尼看，无安尼角色，咱子孙要有一天讲阿公，拢嘛是你。海军即摆今仔日做外头，伫国外想当咩当咩要困的时，我想阮爸爸，我想阮妈妈。你看咱的外头，暗时也目屎流，对不对？伊也是人呢，囝伫外口，伫顶头。伊咧伫即伫来到台湾遮做，无眠无日，咱的子孙就是安尼，你敢知？你有这种感受无？有。所以你来到遮是对，遮是正港的路。所以我感觉少年人，你听恁老爸的话，恁听恁妈妈的话来到遮，你是非常好，你是非常的幸福，你是非常巧的人。因为这个路，你父亲绝对告诉你说，来，你去。我会相信你绝对是反对的。我查某囝嘛同款，足侪理由啊！啊、哦，我公司唔放假啦，我公司拢不准啦，反正讲迄就是理由。哦，我讲上尾，我爸爸把你爸爸在上尾吼，甲你通告，你搁无迄个吼，我咧好，准都好啊，我咧准都好啊。哦，我们的心是非常的迫切，好纠结人，少年人来到家。你看，比如你昨昏安尼讲起来，咱以前伫外口毋捌听过嘛，对不对？咱今仔日毋是甲中国流氓政府来正面对抗，咱无嘛，敢无？我们不是拿枪杆嘞，我们乃是用法理的论述，所以有真有爱，渴望就能够新的复兴，对不对？有新的复兴，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真理。它是冷的，没有情感，这就是这，对不对？他不关说，啊，我讲啊，阮兄哥是机长，啊，阮呢是秘书长，歹势吼，我是后边后头话的，歹势，啊，话大都无要紧，真理它就是不会受到这些关说的，啊，真理它是冷的，没有情感，不用情感，爱呢？它是热的，满了生命。你碰到我，你看到我就有感情，对不对？但是不能只看哦，一看就产生感情哦。哦，你得要先控制着嘞。好、哦，它生命是满了感觉，满了体系扶持跟怜悯。来，给来台湾民政府同心，你敢知？哦，上课完毕就上。哎，这几位同心，什么叫同心呢？同一条心，说一样的话。走一样的路，过着一样的生活，思想思维都是一样，叫同心。同心不是跟他共鸣，哎，那是我的同心。我头一个嘿哦，那人哦，我歹你敢知？那人安怎安怎呢？你敢同心？不是嘛，对不对？那无真无爱，吼、哦。所以呢，我们正知道渴望刚才在多少讲的，人受到不公不义，人受到了逼迫。人受到了没有不义的待遇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反抗，他就渴望得着公平，他需要渴望得着失去的尊严，他就渴望产生渴望。咱今仔日本土台湾人是毋是受到足济足济个迫害？二八事件了，你看咱的精英一个一个都无去，咱是毋是足好去？咱不安尼，在早期咱就无去啊。哦，咱早在迄条安尼，哦，我因为风安尼吹吼，我脚麻手麻，因为我摔过，吼、哦，诶、欸，两当前咧带迄条咱的餐宴甲迄条去游览车摔了吼，我手就麻，脚麻，啊、哦，叫我行路，我讲靠，我的脚都麻，叫我行，要我走，但是有一处我感觉讲，有得到一个启示。这条路，咱要用心去看，
为着咱的子孙，我脚麻嘛是甲我爬啊爬过，对不对？对。咱有这种信心无？无论安怎，我脚麻，我就是为着咱，不是，哎，不是借口。他那个不是借口，他只是激励我，为着我的子孙，我爬嘛爬到这来。我倒转来的时候，我感觉讲吼，好佳哉，嘿嘿啊，佫甲我送来一摆。我看到这台湾文书，我就得到新的盼望，新的方向。所以这个情形，我们更应该要好好用心来去看，因为法律它不谈情感的，这个三角关系不能缺一啊，法律不能缺一。台湾民政府绝对不用感情来看，所以你要去看台湾的主管。啊，必须要甲我讲，我头一次出来听的是，啊，伫外口迄个屏东听的是，啊，听就必须要讲，你要认识台湾的主权，绝对放弃你的情感。我感觉我刚才起来，啊，对吼，我以前就是，你看，当初是啊，这个民进党，哦，物价出钱出钱出得，看来无偌久就来个迄个啥，迄个啊，建国党，哦。结果到我当初是台湾共和国身份证0001呢，我还够保留呢，哦，身份证0001呢，哦，到今嘛看看有咧出狂的呢吼，0001表示咱有心啦吼，为了台湾。到尾啊个台联党，吼，我伫一个后卫白国宏撒卡以上，啊，台联党结果呢，我讲我无爱，不敢安尼，不敢啊后白的。所以我感觉讲，到今仔日到尾啊，听到秘书长讲的，看台湾的主管，对袂当有感情啊。我一当又搁较醒起来，无咱再试看卖，了解了我，哎呀，不得了，你敢知？结果咱以前不甲安尼哦，结果是路伫隔壁迄条门啊。吼，咱甲带安尼洗一下，就讲哎呀，这正港是咱来找的路，哦，我们真正要寻找的路。所以我们看到了，必须回到法理的论述，法理的论述看了解台湾的主管，因为台湾民政府的同心们，你看那是满了爱，彼此的扶持，我们不要斤斤计较。但是来到家，足侪人到尾啊，都是为了排位，排位是过去的人来讲的哦，不是排位，不是卡位，我们不要为了卡位来去争执了。彼此扶持，一条船里面有大有小，我这船细粒一个，你说有没有功能？你看这手是有功能无？是啥物功能？我讲。哎呀，你敢是像安尼？姿势非常水，对不对？哦，但是你这样足享受呢。哦，但是讲像足像的是这安怎？你用这看麦，你用这用看麦，有法度。帅哥，三兄弟。哦，老大，你常常用这个这样的啊，哇，所以它很小，对不对？但是不能没有它，对不对？身体里面我不能没有你，你可能你是大的，你是眉毛，我是眼睛，你看眉毛眼睛，安尼白须是足水的，吼、哦，我看到两个放电呢，啊，有一天吼、哦，眉毛讲，哎，那个眼睛讲，眉毛你不要再上我的上面了，我讨厌你了。好，不要离开。好，眉毛更加，你有睡不睡？不睡吧，不可能的代志嘛。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彼此来到这里同心合一，因为我们叫同心嘛，必须要同心合一，站在同一的立场。站在一的立场不简单呢，站在一的立场是世界和平的，但是不简单，因为这些人嘛，哈、哦，这是的。所以呢，本土台湾人长期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啊，不人道待遇，台湾民政府在法律的坚持，我获得了解脱。今天就是安尼，我看到秘书长，我看到那个啊，郭牧师、郭教义人，我看到这侪人足坚持。你有想吗？今天这秘书长若是无坚持，哎，无很简单呢。都要开始十个、十五个，搁练几支。无刀啊，无电器，无电风扇，无电风，有诶同事来到遮，都遐讲安尼，无烧水啦。以前头一期诶吼，冬天来到遮无棉被啦，暗时啊困啊鼻鼻喘，安尼嘛过呢。哦，我听着足感动诶，恁偌好命，你敢知？
你看，迄边也是，迄地是啊，冷气，也搁有音响，也搁有电风。哎呀，有影是无共款嘞。阮早起安尼皮皮喘，蚊啊嗡嗡嗡安尼，吼，暗时啊要困啊歹困。所以经过这过程了，啊，这个曙光渐渐的来，黑暗渐渐的离开啊，对不对？这是咱大家努力的所在。无头前的人，咱后边的人敢有得着？无可能啊！食遐尼好，食到两天三天，就搁加肥一下咧。吼，三尾牛的进前，到搁穿后，要离开啊！你看吼，你拄仔报道的是牛衫，搁穿起来，伊搁介是无够，伤过迄落，伤过窄啊，不是太小哈，太小。你袂是讲这三天会肥哦？要注意吼，无要紧啦，肥啊，明仔载拜一开始就要减肥啦吼，啊，安尼。所以呢，真理是什么？在后代里头，这思潮的一个挑战，哈。那何谓的这个后现代的思潮？在十六世纪宗教的改革，我们今天不谈宗教，我们就是说宗教的改革，其实八世纪启蒙的运动，欧美呢，它将欧美的社会带入了所谓的现代的这一个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威曼开始，这个理性主义啦、科学主义啊、经验主义。都成了主流的思潮，就开始慢慢的进入了主流的思潮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基督教的这个副教学里面，它是主要的一个对手。所以呢，到了时候，慢慢的进入了这个时代潮流里面，这个挑战到今天为止，还是环绕的理性跟信仰这个主题来回应，理性跟信仰这个主题来回应。我们今天看到真理这个是。这个泡泡来到家吼，拢乱的吼，可能不适应。本来咱这个安尼足水的，照你安行，结果无啥同款，所以啊，咱忍受一下吼。真理，你看真它是永远真实的。我们讲真它是永远真实，它是长久，是永远的生命。知识不能解决生命的事，对不对？生命也管不着那个智慧的那个，就是说知识的事情，所以这个区别有很多。那个理呢，是经过众人、教职人、化工需要就用律法来制衡，所以设计了万国公法，设计了战争法，是有了这个旧金山合约，我们才根据这个理法律来明白了解啊，这是正当的。黑是不对的，对不对？是经过众人的经验，用他的知识智慧啊，编成这法理的论述，好让我们才有今天这一个方向。我们看见虚空的人，没有真，只有理，只有纷争，只有计较，对不对？因为他里头没有真实。刚才几干嘛讲道理，讲到尾啊吼，伊家行出来拢无同款。啊，那种叫虚空、空洞、空虚的人，啊，那我们就说，真人的这个价值是有真在成理，人生的价值就很丰富喽。来第五物件，该讲的了，我感觉讲哇，越挖越棒，越挖越有东西，这个是这两个的组合，所以我们。所以我们要精算，唯有台湾民政府这一条路，唯有台湾民政府这一条路才是真正的。啊，这里都也都会掉了，这个东西都没有。唯有台湾民政府才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必须看见这些哈。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知识与生命无基础。好，这个修理车的那地方有一个车主呢，来修理他的车子。一来修理他检查以后呢，他就拿那个榔头，啊，你看看看看了，安怎，咚咚，发动，就安怎，就可以发动了。然后他要多少钱呢？啊，10.5块的美金。啊，车主讲，吼，遐尼贵，你安尼讲讲一下都十块半，你敢知？问题就伫遮。这个状况就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必须了解哈。他敲一下收了多少钱？他在那边喊嘛，这个车匠说，我
我就知道我面的时候，我车匠说，那我收10块钱好了，因为我敲一下值了半块钱，啊、哦，再知道要敲哪里值10块钱，这是不是知识、智慧跟经验？他知道啊，我敲随便敲一敲也晃不动嘛，他知道那个踏脚，我几个人接触不好，一边靠这里，他就可以发动，这是靠人的经验啊、哦，经验的累积。那这一个学生呢？这里呢，这边说到这位学生，他是要听在公民课程的时候，一在熊可跳老师告美琪，你干嘛讲哦？十分的感动，孝顺父母是应该要尽的义务。年轻人懂不懂孝顺父母？老师有滴告美琪，他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也客气非常好，他还是立志要对父母孝尽孝。只是你刚好一到邓来时，因妈妈就讲，哎、欸，阿英啊，来来来，嘿搬起来，阿英啊，你别来说这，你别来念到尾啊，伊就念讲啊。哦，马上就啊那，吼、哦、气到要死啊，就推诿啊，啊就是安尼，甚至甲妈妈顶撞。即摆少年是毋是安尼？进前一分钟就是感动到想要做一个吼、哦、来孝敬父母，结果妈妈伫啊，入来就是伫啊吵。后来哦，安尼来他没有办法完成，后来他非常的后悔。有一天哦，非常懊恼。有一天啊，拄着啊老师，他就鼓起勇气问老师说：“老师，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到。”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到，行动。然后不料老师我的功劳，老师他也是讲，哎，我老师跟你讲，我也做不到，啊，我也做不到，你知道吗？做不到，因为老师回答说他也做不到，常常不够啊，孝敬父母，这个是什么？这个叫生命的关系，这不是知识来管理，那是生命的活出啊，啊，不是智慧的判定，是生命的活出。所以呢，这两个层面里面。我们讲说知识可以解决啊，前后面的是属于生命的层面，是知识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我们孝顺父母是生命的活出，来到这里也是一样，你感受了以后成为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那个法理的论述成为你生命的元素的时候，你碰到人很自然的活出来嘛，活出来人家从你的叫谈吐各方面行动就知道啊，他走对了这条路，这就是我们目前今天所要看的。所以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但是我们宇宙的真神，你要了解到，这不是宗教。我们讲说，这个宇宙有一个真的东西，啊、哦，它是信实的，它是公义的。我们刚才讲的真理，它是冷的，没有感情。我就拿一个火车头，以前台湾还是有一个火车头。啊，火车那个头，那就民进党动错，台湾吼，拍拼努力吼，大家讲动算，吼拼到无去，后咱就对伊行，火车头安尼行，咱就对伊行，对不对？我们今天同样的法理论述有这个构思啊，火车里面，哎，火车里头，它会产生动力，有真理在里头。有火焰是因为你是火炭，我是火炭，两节目凝聚了以后燃烧出来就产生怎么样能量。我靠，我怪音转大拢来，对不对？我的时空能量产生，因哥哥因姐姐因妹妹因家孙公看过爆能量来啊，我一点嘛买不贵还加啊，所以得着的能量它产生的爆炸暴力，它就驱动了而产生的动力。但是可惜早期民进党产生动力这样黑白洗，这样洗来洗去洗来洗去洗来洗去看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法理的论述成为轨迹，对不对？今天我们非常的幸运、哦、你看看有没有听过摩西？你知道吗？摩西他这个人是也是在那个也是埃及的这个那个炼狱中的人。埃及为了制衡这以色列人，将所生下来的男婴一律怎么样？有没有人知道什么事？杀掉，全部杀掉，为了不让埃及那个以色列人茁壮，人数越来越多，会惊吓，所以开始实施生了小孩子马上就要怎么样？以格杀，全部杀，不让以色列的有男婴出来，女孩子可以，啊，就这样子。刚好那个时候是摩西生的时候，啊，摩西生的时候。今天呢，摩西跟我们的这个秘书长有雷同之处耶，
真的有雷同，就是这是明明安排的，好、哦，这个明明安排的。你看神显现的是火焰，蛮有能力，这不能靠近哎。他想要靠近的时候说不能靠近，这是圣地，所以他脱鞋子，匍匐在那里聆听神指示说你要去，啊，将埃及的以色列从埃及脱离出来。后来这个怎么说呢？这摩西那时候讲说。哇呀你老啊，就人来讲，哇呀你老啊，干嘛都哇不地灰，他说你去，神的能力就随着你去、哦、这个状况不一样哦，他听了就顺服他就去，他听了若是怀疑他就没有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脱离埃及了。今天台湾民政府也是同样的、哦、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因为这个样子之后引爆驱动动力就能够带领以色列脱离埃及。我们看到轨道，我们看到火车都没有轨道的话呢，它 有既定的目标吗？没有吗？所以说民进党无法理的论述，没有轨迹，所以他在那边打转，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嘛是对啊。结果呢，是安怎？被独立，敢有可能？为什么？他是在流亡政府的体制下嘛，一动算要宣誓，被他宣誓，以致你鬼命鬼命，所以我想讲过吗？小民人的主意，海意海我，统一是念念，你敢知这是什么代志？什么人知影无？三民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什么人的主意？三民主义嘛，海你海我，统一是念念。哎，早一早就讲啊，是不是呢？妹妹，你有妹妹，你捌听过无？就把你划水，你划水水去啊嘛，划水划水，安尼，早就宣布他不是嘛。哦，南京那条白呀，你有看到无？有人看到无？遐像，哦，伫南京早就安怎新颜面嘛，啊对不对？所以呢，咱爱了解，伊早甲你讲过呀，哦，海你海我同意新颜面嘛，你阿个滴啊，万岁，祖国万岁啊！唔通啦，来读册，看到这种的情形，你看火车头若没有轨迹。轨迹是他既定的方向，他既定的目标，他满了爱，你会安心的坐那一条火车，一步一步的往前啊，这个就是不偏不离的最主要的目的跟中心。所以法理的论述在1895年5月8号哦，咱们武帝过嘛，有没有马关条约？那是什么人跟什么人签订的合约？有人知道吗？啊，来，周慧良。签订台湾跟台湾周边群岛与澎湖永久怎么样？哎，不是割让给日本政府吗？哦，跳呢？哦，日本新日本国跟这个大日本帝国一样不一样？啊，你们是要回归日本吗？是不是？不是嘛，大日本帝国哈，所以更清楚。来上课是不是有一处？啊、哦，然后让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啊、哦。然后1945年的时候，日本天皇按照的万国公法实施了宪法，以全台湾给台湾人民参政权，还有什么参战权？参战权，对不对？所以呢，台湾被入啊、不是编入为大日本帝国，成为神圣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割的国土。这个你要清清楚楚的，我们要了解这一个环这一环。所以旧金山合约1952年10月28号和平条约生效，就奠定了台湾主权的曙光，对不对？我们可以不像啊、林博士那么样的专业，但是从他的分享，从他的论述，我们享受到了。我们很简单，用享受的方式去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阿里的贺哦。所以台湾民政府的火车头不赶快吼，哦，你看有足多人。这些这里、哦、完整的火车头，它是集体的群体集合在这里，
经过经验，经过上课得着了知识，就有智慧判断去跟分享，是不是？有智慧判断去分享，使这法理论之书能够成为我们这个目标，这个曙光，带进了新的潮流。所以台湾民政府的这个列车啊，这尾车吼、哦，用电脑尾嘛是的吼、哦，无啥水，但是呢，有那种感觉。你看今天未来机会掌握在你我的手中，你相信吗，帅哥？你相信吗？相信。可是我看你没有信心呢。应付我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有。站起来，我有信心，喊一下，告诉他们，站起来，面对他们，面对这个镜头，跟全世界的人讲，来，起来，跟全世界讲。来，站起来，面对那个镜头，你有没有信心？三次喊，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对，三次啊，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你看看，台湾的年轻有信心，对世人说，我绝对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有。大家一起讲，是不是？起来，我绝对有信心。站起来，各方朋友来呗，起来，我绝对有信心。你有信心，我看你足淡的呢。哦，有人讲会敏感啦，唔通啦。我奶奶讲你笑的，我甲帮我的头讲爱看病，要看医生哦。我伊哦，甲我即摆伊讲哦，你也无笑。我红小看，你也是这样讲的。哦，火车头，啊，带了我们有法理的论述做轨道，我们不偏不倚，坚定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总理说的那个光进来，黑暗渐渐离开了，我们不需要跟他对抗，我们不需要跟他对撞，我因为法理的论述做我们的轨迹，对不 对？所以呢，有高沙，我要这个我们高沙在这里，然后在高雄州、台南州、台中州、新竹、台北州、梨花东州就成立了。下次你们到这个那个台南，住台南的行手看麦，啊，昨看到那个阿碧饭店，即马是安怎？台湾民政府。哎呀，无同款对不对？对。吼、哦，迄扛棒偌大，脚都要从迄个棚扛起来，哟，为啥？安尼，大家拢安尼，哦，迄啥？我嘛是拢要塞车塞，对啊嘛，迄就是咱的硬棒，咱的希望对不对？对。哦，听讲迄个啥，宜兰酒嘛是同款。台中嘛同款，高雄州嘛同款，啊，拢开始迄条啊，迄条啥，那个叫做金灯台，一个一个金灯台在各地开发结果，安尼好，好，啊，非常好，所以一列一部列车在这里一直慢慢的带动我们脱离什么？脱离啊，脱离政治的炼狱。什么叫做政治的炼狱？有人感受吗？咱会知时啊，透早起来，起来看到老人叫啥物？哦，叫囡仔，叫抓蜢，迄是老阿妈吗？迄是咱本土台湾人的阿公阿嬷的呢。我是想笑讲，我再来讲，不要再唱那一首歌了啊！就囡仔看袂无，就囡仔看袂无，就囡仔看袂无。就干那咖啡布，我唔知道你有感觉。迄是本土台湾人，你阿公阿嬷呢？我们是不是在政治的炼狱中？对。我唔知道你看到迄个时，你看桥头的外号，你敢知？头前一包，边啊搁一包，头前后边还搁一包，手搁摸一包，安尼脚搁开开，吼、哦、阿嬷熬骑车呢。我看的是非常感动的，这就是咱的阿嬷，咱的阿公，本土台湾人。你有觉醒无？所以政治的炼狱不是咱关于搞到内底，我们生活领域，我们都受到了这流亡政府的政治的炼狱。请求咱的那个啥，以色列人受到埃及的政治炼狱，赶快得不着自由啊、哦！那我们如何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你看看，咱今嘛这种的情形，啊、哦，油涨什么涨，涨到末了，那无天理啊，对不对？咱今仔日台湾人非常痛苦，变来解决减轻生活的负担，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呢，我们看见了这些如何提升生活的品质，
如何营造生活的环境，唯有法理的论述。所以今天你来到家，我们要是赞来到家，你以后让所有的朋友脱离政治的涟漪，然后他们能够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能够改变提升他们生活的品质，然后也可以改变他们营造出生活休闲的境界。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总理说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么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你对不对？我们今天本土台湾永远有一个盼望，这就是台湾历史所感慨。我们看看摩西的特质，他看见异象他就顺服，但是我们来到这里，这个论述说的是说我们可怜的担心，我们不顺服。我们很多都是他简单的相信，绝对不怀疑，还有摩西的性格。然后呢，他大胆，因为听信神说你去，他就相信了呢。所以圣经就说，深信真神赐予他的能力，他不会怀疑。然后呢，他坚信不偏不倚的信仰。法理的论述是我们中心思想，我们中心的目标。我们听了，我们是大胆往前。是不是？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有执行力，执行什么？坚定不移的这个力量。今天在这里，没有这个联合论述，没有秘书长一个坚持，没有总理他们的坚持，那今天是嘛赶快无望啦。吼，非常感动，因遐坚持，啥物拢做。所以吼，感动，你即马爱一个感动的心来去感动别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台湾，我们在说的时候，你说台湾台湾人说我没有看到他看到了他也不顺服所以他也不敢相信。那有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啦。哎呀，那诈骗集团啦，有人听到诈骗集团吗？你怎么跟他说？比如你有在说大胆告诉他，伊若是无钱，你着摕一箍，打165，165，165，伊着知影啦。所以呢，不用怀疑，我们满了怀疑，然后没有胆识。你讲难道中国难道会不有动作吗？安尼啦，还有人跟我讲的，你一姐弟家，我汹涌啊救起来，敢有肯？他可能不会肯啦。人拢是安尼，敏感的，人讲啦，咱台湾人拢是安尼，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这种正确的信念我们今天当有很多地方，今天跟以色列的光景是完全一样，注入，我们是流亡政府，注入到我们台湾，对不对？流亡政府，因为我们是不听信，所以呢，这边有一个耶和华说，我的女儿我养育的女儿，将她长养大了，但她竟然是背逆我。没有爱，失去了爱，很多这些年轻人也不听父母亲的话，是谁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那个毒素、严肃注入在年轻人身上，没有情感，所以造成他说连牛都认识主人，连驴都知道主人的草耶，何况我们的人呢？悲哀耶，对不对？所以难怪我们这个土地荒凉啊，没有祝福啊。被谁都痛苦到这样，阿公阿妈叫捡粪粪扫，叫捡那种难产的物件，这个是什么社会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咱爱觉醒，我们必须要觉醒。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因为快时间也快到了哈。在炼狱中也是一样的，以色列失去了人，失去了尊严跟其自由。刚才台湾是不是同款？非常同款的，我们在电影受到逼迫，受到辖制，对不对？受到辖制，然后让这个所有的以色列受苦，因为他就制造了这两座巨城，比东跟这个南塞，使他以色列人没有空间，加害逼迫，来台湾人嘛是同款，228事件所造成经营东西，我们爸爸嘛一个例子，所以讲到这里，会往西呢，但是叫苦命，叫闹天地啊！所以今天来到这，咱看到一个真啊，那个真实，那是永久，那个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状况，
看见了，像这个摩西也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了秘书长的状况，实在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他是颁发这个法令，而且又是先知，又是牧人，又是非常忠诚的哦。然后我们再看到今天，因为这个样子，台湾本土台湾人觉醒，觉醒开始行动。你看看这个是谁？肚子大大的，我们参议长啊、哦，那个众议院的议长啊、哦，潘良华啊，当时这样子，你看小孩子现在都大了，你知道吗？哦，看见说这个我在台湾人公公欢迎祖国了，欢迎祖国了，哦，安尼了，哦，你看这种的人荒年，中国荒的，而且你念偌济钱，还佫会当存偌济，要37万吗？还是要73块？对啊，无意思啊！你看，恁拢是黑人啊，我等你啦，嘿，安尼，哦，无尴尬啦，对不对？哦，你这种恶质的脸蛋，所以呢，囡仔讲安怎，笨蛋，好、哦，你是笨蛋，还有呢，这老公安怎，啊，懒得理他了。但是可怜的那台湾的囡仔，无奈他得到了这个，他这个他是动物的他哈，哦，他得到了国际认证了，哦，对不对？本土台湾无奈啦。啊，是不是？这悲哀可怜的，啊，咱的囡仔啊，25K，啊，只吃泡面的，叫可怜的，哎，少年人对不对？啊，很可怜的。所以我想到这个情形之下，你看，啊，我用5000万保出来的，啊，你看，公务人员不是一般的人，不然你们考上干嘛？这个无耻，啊，无耻，你看，自我感觉良好，你看一讲下面，你看。哦，好家仔，伊讲你脂肪长硬了啊，你不听话了。这些人讲好家仔，我不是人。啊，好家仔不是人，伊是黑人，遐讲不是人，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台湾贪油，伊即马想了总统府淹水啊，你看看我都爽歪了，啊，我一爽歪了，你看，哦、啊，马英九到乡下吹嘘啊，米酒降价都是我的功劳了，啊，可怜嘞，刘鹏借物。好，现在喊口号哈，因为时间到了哈，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你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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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对，起来！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 ？no no no！ 中华民国不是流亡政府 ？no no no！ 你小心点！中华民国不是流亡政府 ？no no no！ 中华民国占领台湾 ？no no no！ 中华民国政府绝对不是台湾政府 ？yes yes yes！ 好，再起来 ！yes yes yes！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继续下去，再见。下一次呢，很非常的好啊，谢谢各位，谢谢。精彩的演讲，大概你是出生在宜兰大同的关注员，大个好一点的鼓励。好，今日今日休息10分。第一次看到林建宏给你的啥批评会啊，这纪录片啊，纪录片啊，看不见啊呀，那是公务员啊，放点那点贵点啊，当地家家务的哈。今天购买的有特别优待哈，购买的有特别优待，你就向我们的小姐报道一下，她就会分析给你听，谢谢。下一节课我的。